今天要带您走进番茄王国，闻闻番茄的香气，品尝它的甘甜美味。现在一场热闹的番茄飨宴即将开始喽！我们先来到新竹的关西镇，嘿嘿，听说啊，这里住着一位番茄王子哦。我们现在就一起去拜访他，还有他所种的七彩番茄。哎，为什么是七彩的呢？你看了就知道。我今天特地换了新发型哦，为的呢就是要来找这里的番茄王子。看出来什么不一样了吗？如果看出来的话，现在就跟我一起去会见王子喽。番茄王子，不就是你吗？还站在门口。欸，你好。你好。欸，还不要讲这么多话，先吃一颗番茄看看。哇，一来就有番茄吃了耶。对，番茄也非常好吃。嗯，好甜哦。欸，我带你来去吃看看，还有其他世界各国26个品种的番茄。哇，快快快，给你讲。进门一看，绿的、红的、黄的。不仔细看还真认不出，原来这些全都是番茄，反倒是像各种颜色的宝石，长得像柠檬的就叫做柠檬番茄，像桃子的就叫做仙桃番茄，另外还有比10元硬币大上好几倍的巨无霸番茄哦，大开眼界了吧。不只是园区内五颜六色形状多样的番茄吸引游客，来到试吃区，这里的番茄更是大方的切，大块的送，让果园的人潮永远抢抢棍，再再都能吸引游客前来参与这个番茄联合国的盛会。大家看看，我们这个有世界各国的番茄。嗯，那先吃看这个日本的桃太郎番茄。桃太郎啊？对，这个是皮薄肉细，汁多，是最甜最好吃的。真的？对，就大部分游客都喜欢吃这个很甜，然后皮又很薄、肉很细的。它好绵密哦。对对对，口感非常绵密。那主要是这个茄红素高，对人体好，事实上它防癌的效果不错，所以大家喜欢。因为它是红色，所以茄红素高。那另外一个，有别于红彤彤的番茄，另一种番茄带着金黄色泽，除了颜色不同，口感更是大大的不一样哦。这个是荷兰的黄金番茄，它吃起来是完全不甜，俗称可以减肥啦。还是说小姐要养颜美容的话，维他命 C 高3倍，所以要多吃这个黄色的番茄。高三倍？对，高3倍。26个品种尝起来不尽相同，不过啊，别只顾着吃，采番茄的乐趣，我现在就带您去体验。番茄园内各色的番茄一字排开，任你挑选。果园里的游客每个都跟好奇宝宝一样，拿起了番茄就左瞧右瞧的。金勇大哥说，辛辛苦苦引进世界各地的番茄品种，为的就是让游客不用出国就有环游世界的感觉。你看现在后面好多小朋友在采番茄，我们过去跟他们凑个热闹。Hello， 你好。你好。哇，你们从哪里来的？台北。从台北来的。嗯，那你们有采过番茄吗？没有。你们之前知不知道番茄长在哪里？不知道。以为长在哪里？地上吗？还是树上？地上。你以为长在地上？你也是吗？嗯，真的。那我看一下你们采的番茄漂不漂亮。哇，好红哦。啊，你的勒？你看各种颜色都不一样。哎，采番茄好不好玩？好啊。小朋友们采完番茄后，如数家珍的拿出自个儿采的番茄来献宝，整个果园就像是举办番茄选美一般的精彩。对啊，好，来彭叔叔，你们今天采番茄好不好玩？好啊。这个是黑美人番茄。这个这根是什么番茄？桃太郎番茄。小朋友问问题的猛烈攻势可是丝毫都考不到我们的金勇大哥，而他对番茄的研发与了解，更让原本市面上没有的番茄，在今年就即将要上市喽。
听说啊，你们这边的番茄品种是所有观光果园里面最多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这个番茄品种算是最多哈，没有很大的稀奇的哈。那我们这个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这边有全台湾哈没有的番茄。嗯，什么番茄？水蜜桃番茄。水蜜桃番茄。哎，就是这一种的。哇，好可爱哦！水蜜桃番茄的外观有着像水蜜桃般的绒毛，而且啊，吃起来质地很软，入口即化。趁着今天来这里，我们快来挑几颗漂亮的尝尝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这个不能用剪刀剪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番茄哈，它的这个一些番茄的病害哈，那有些是靠这个剪刀去传染的。所以这个剪刀，如果说很多消费者不知道说这颗番茄已经有得病了，那我们用剪刀剪下去，这个剪刀的刀口没有消毒杀菌的话，你剪的30颗番茄都会死掉。啊，这么严重？对，所以说这个剪刀不能用。哦，下次记住哦，要亲手来感觉番茄的饱满哦。除了体验采果乐，园区内也提供了许多 DIY 的活动，让民众可以自己动手做，像是彩绘番茄宝宝，就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活动之一咯。你看一个这么可爱的番茄宝宝，等一下我也要来自己画一个，现在就加入他们咯。看小朋友画的聚精会神，每个番茄宝宝各有各的特色，输人不输阵，我当然也要发挥我的创造力咯。帮番茄穿上鲜艳漂亮的衣服之后，只要再喷上亮光漆，等着吹干，就算大功告成了。建勇大哥，你看我画好了，还不错吧？嗯，画得非常漂亮。不错。来休息一下，来喝一杯现打的新鲜番茄汁吧。哇，好棒哦，还有番茄汁可以喝哎。这都是现打新鲜的哦，非常不错。嗯，真的是真材实料，连那个渣渣都可以吃得到，果肉都可以吃得到。对，这是我们用现打新鲜的哈，在台南哈，有一家用我们台湾本土的番茄做的果汁。真的？对对对，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台南走一趟看看。好。哎呦，找走了金勇大哥那么久，也找到了七彩的番茄，是该启程的时候了。话不多说，番茄特搜小组马上带您到台南去看一下本土番茄做成的番茄汁，有什么不赶快 ？Let's go！ 你知道番茄除了甜的吃法外，还可以试试咸的口感哦。首先，先将番茄切块，再另外准备好姜丝、酱油膏还有白砂糖，把配料综合在一起，就可以拿番茄沾着一起吃，味道很不赖哦。吹起了一阵上流社会风，不过啊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，之前台湾的饮料界可是刮起了一阵健康的番茄旋风哦。今天要带您探访一间专门用台湾本土番茄来制作番茄汁的工厂——台湾可果美公司。民国56年，可果美公司正式在台湾设厂。一想到可果美三个字，就一定会直接联想到番茄。想知道现采现榨的番茄汁是什么模样吗？现在就带您去瞧一瞧。曾副理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哇，这好多番茄哦。对对对对。这些番茄就是要用来做番茄汁的原料，没错。对，没错没错。哇，看起来都很新鲜的，什么时候采回来的、啊？哦，早上刚采回来的。今天才采的。对对对。那我可以去你们厂里面看看一下，就是这个番茄汁的过，就是制造过程到底怎么来的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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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。哎，走走走。番茄要制作成番茄汁，那清洗的步骤啊，自然是马虎不得。从农地采收好番茄之后，马上就要经过三段式的机器冲洗，让番茄干干净净的做个 SPA。不过啊，没想到这样复杂的清洗过程还是不够哦，还要再经过最后一个关口才行呢。好，到这边是最后一道的清洗，好，然后然后有筛选了，然后我带你到那边去看看。
抬头一看，哎，为什么上面会写着千万不要浪费任何一颗番茄呢？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？大家看，这是最后一道的人工筛选。好，你可以，你看看，这做筛选以后都是做那个百分之百的番茄汁了。哦，那他们被选起来比较差的番茄呢，要干嘛？哦，做其他的那个加工用的番茄。洗得晶莹剔透的番茄，在我看来每一颗都很完美啊。不过啊，阿姨们却可以一次挑出好几颗品质较差的番茄，眼力还真是好啊。看完整个清洗挑选的流程之后，接下来的步骤，为了要确保制作过程的卫生，所以啊，要先去换衣服咯。踏进无菌室，看到的就是番茄汁冲填的工作，空瓶子一个个排排站，一下子就装了满满的番茄汁。而装罐好的番茄汁全都要再经过高温杀菌一次，所以啊，出来的番茄汁都是热乎乎的哦。最后完成了番茄汁，在经过输送带的输送之后，就可以装箱运送了。我们今天这么透明化的介绍，为的就是要让身为消费者的你喝得健康，更要喝得安心。哇，这是我们今天先榨出来的番茄汁。哇，很热的耶！对，才刚采下来。对对对，现采现榨。那我就不客气，赶快打开来喝。好好好。口感怎么样？真的很新鲜的，而且那个味道就是原汁原味，好像我自己在咬番茄汁嚼一嚼一样的味道。听说啊，你们这个番茄都是我们台湾的番茄啊，对对，出来的汁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我们有自己的那个企业农户。哦，组织好庞大、哦。对，还有他们自己的果园哎。嘿嘿，那我带，哎，可以带我去看吗？我可以可以可以，走，我们一起走，一起走，走。原来啊，就是附近有果园，要不然我就在想，怎么能够现采现榨嘛？这是阮企业的分布。哎，啊，这都是恁榨番茄汁的嘿原料的。嘿，对对对对，哎。哦，啊，这一般的番茄跟你们榨汁的番茄有什么不同款啊？哦，比如讲咱加工的番茄，就是爱番茄有够红的。哦，好漂亮，你看。红彤彤的，爱番五告昂啊！制作番茄汁的番茄一定要红透才能采，因为啊，这个时候采集的茄红素才会是最大值哦。也因为要打汁，所以整颗果实会比较软，尝起来很不一样哦。所以科长，这番茄还要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改良。啊，咱啉到迄番茄汁，才会愈来愈好，啉到啊？嘿，对对。啊，隔壁就有一间专门咧研究甘麦品种的。嘿嘿。啊，你若要。你那边爱买资料，你去阿叔所在中心来找到。哦，遐有足侪资料诶。真紧啊，你。顺着科长指引的方向，我们现在就前往甘麦比，也就是番茄的研究发展中心，看看他背负了台湾的番茄如何更上一层楼的重要使命。现在我们来到的这里呢，是亚蔬中心。听说啊，这里有位番茄博士很厉害哦，因为啊，他对于改良番茄非常的有一套。我们现在就去拜访他，看他是怎么样让番茄变得又好吃又营养。亚蔬中心，也就是亚洲蔬菜研究发展中心的简称，更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在做国际性番茄研究的机构哦。而中心的陈副研究员就是改良番茄的重要推手之一。投入研究工作已经25年的他，除了让台湾的番茄更进步之外，在亚蔬的研究及发展之下，他也提供了宝贵的农业经验来改善开发中国家的经济状况，成功的替台湾做了一场农业外交。宝贝，你要乖乖长大哦，长大以后可以出国出去玩喽。现在亚蔬提供给全世界推广栽种的番茄已经超过了120个。不过你可能不知道，光光等一个品种的育成就要花费10年的时间哦。不过漫长等待终于有了代价，原本番茄是属于温带作物，在台湾只能在秋冬种植，而现在台湾的夏天也吃得到番茄了。这可是归功于亚蔬早在30年前就研发出来耐热品种的番茄，很厉害吧？30年前哎。1972年，就是民国应该是61年了。61年开始研发耐热抗病的品种，所以我们在
1989年，也是民国78年，正式推出一个叫做台中雅思4号，那么适合于夏天可以栽种的品种，所以市面上可以买到，在夏天可以买到番茄。果园才发现这里的品种真的是霸霸款哦。之前的经验让我学到，每种番茄都有不同的面貌。不过啊，没想到番茄的生长形态更是截然不同哦。像这里的番茄，爬藤的就像支架蔓延，不爬藤的就悠闲的躺在地上。不过啊，有别于以前看到一颗颗小小粒的番茄，这里的好像不太一样哦。我发现还有一个很妙的东西哦，就是这番茄为什么是一串一串的，不是都是单颗单颗吗？对对，因为在台湾市场的话，就是说一般的那个批发商呢，还有中间剥那个商呢，他们也希望能够一粒一粒采，然后留上这个果地，所以这个果实摘起来的话是有这个地哦，这个摘起来。有这个地留下来，他们叫做新鲜的果实。啊，如哎，这样叫做新鲜果实。如果是没有地的话，他们是认为是掉在地上的。哦，掉在地上。那么我们在15年前就开始开花，让它能整串。哦，整串的番茄。那将来要采收的话，你采收一粒，跟采收整串6个，那可以节省6倍的时间。哦，这个是我们当初最主要做小果的一个目标。所以整。雅叔就是这样不断的开发新品种。难怪我们的农业技术能够让各国啧啧称奇。虽然番茄的品种不同，但是它带给人们的健康可是一点都不少哦。这个是我们即将在今年上市的品种。就这一种。对对对，这橘黄色的。我们去年刚刚通过命名，在花莲厂他们推出的，跟我们雅叔合作，是那么推出一个橘黄色的，橘黄色成串的。小果番茄，那一般市面常看到的是这种红的。对啊。红的是台南雅叔6号。嗯。那么这种橘黄色的特点就是说它含有高维他命 A。嗯。比这个红的大概高6倍。哇，高这么多。对，那它主要的这个功能就是它可以，让这个夜盲症呢治疗夜盲症。知道了吃番茄的好处多多，了解了番茄的进化论，番茄的清新口感真的是百尝不腻。不过啊，番茄入菜可不只是番茄炒蛋而已，等一下整桌的番茄飨宴，我们带你去尝鲜。除了番茄有另类吃法，现在再教你番茄汁的新喝法。先准备好一罐番茄汁以及一罐养乐多，将两者混合之后，再加入少许的梅子粉，味道啊酸酸甜甜的，很好喝哦。吃过了番茄，喝了番茄汁，是不是觉得少了点什么啊？嘿嘿，如果番茄餐没有登场，那就太对不起自己的肚子了。天色已晚，我们就来祭祭五脏庙先喽。哦，八斗幺幺幺，今天啊，我们介绍了那么多番茄，当然要吃一下番茄餐才算完美了。听说啊，在埔里这边啊，有一家餐厅哦，他在美食大展里面做过番茄餐。今天呢，我就是要来跟他讨教一下。阿也顺便果果腹啦。哦，这一家餐厅看起来这么样的气派，想必等一下的番茄餐一定也不是盖的哦。赶快跟我一起进去看看吧。别只顾着餐厅的华丽外观，京都餐厅的乡土菜更是鼎鼎有名的，各式各样的菇类等埔里特产，现在加上了番茄来调味，更能烘托出食材的美味哦。哇，你看这一整桌的菜通通都有番茄在其中，哎，看起来就很美味的样子哦。是的，
这是用我们埔里非常有名的番茄，还有我们的那个我们的乡土菜哈，一起做搭配做成的番茄宴。嗯哼，我们今天是我要介绍一个，这是我们非常好吃的一个彩霞硬牛里哈。鲜红的番茄果冻晶莹剔透，真的就像沉浸在余晖的琉璃仙境，不晓得吃起来怎么样呢？嗯，好浓的番茄味哦。是的。然后那个桂花的香味在其中，跟它融合在一起了，好甜，好好吃哦。其他的名菜当然也不遑多让，有瘦身效果的窈窕五色拼，极具养生功效的仙家不老凉，还有这道光是汤头就熬了11个小时的味增鲜蔬锅，整桌番茄飨宴除了色彩丰富、味道鲜美之外，更兼顾了健康哦。番茄的好口感都在京都餐厅得到了证实，名菜出自名师，被咱呀采纳加喝加，请教宗婆塞准没错。刘师傅你好，那你今天要教我做什么菜啊？教你做的是我今年得到那个经典美传那个创意奖跟金牌奖一道料理。哇，对，这么豪华的菜就是这个吗？对，叫做黄金玉荷包。吼吼，看塞得意的模样，想必啊这道菜一定是万中之选哦。我们快来准备材料吧。拿出虾泥、猪肉、甜椒、番茄等食材，还有些简单的调味料，接着再把它们全部和在一起，就可以拿腐皮包裹住搅拌好的馅料。哇，塞乎的卡丘那也加溜俩啦！腐皮三两下就让细细软软的芹菜绑得扎扎实实的，炸的声音清脆，形状也维持得漂亮。炸个3分钟，我们的黄金玉荷包就可以起锅喽。你看，这就是我跟师傅一起做出来的黄金玉荷包哦。刚刚没有看节目的观众啊，一定觉得很可惜，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做的。不过啊，没关系，只要以后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记得收看我们节目，我们就会教你更多更好吃的菜哦。尝你千遍也不厌倦，番茄的味道四季甜。这次在探访了埔里、新竹、台南之后，我才发现台湾这个宝岛种番茄的地方还真不少，而且啊，在台湾一年四季都有番茄可以吃喽。哎，你还坐在电视机前吗？快去买个番茄来尝尝吧。这集的好康包包告诉您，2004年宜兰的绿色博览会在2月28号即将登场了。喜欢大自然的民众可以来这里的花蜜馆参观，看看用昆虫的眼睛看世界是什么样新奇的体验。怀念永远的军中情人邓丽君小姐吗？即日起到29号止，到捷运东区的地下街就可以欣赏到她生前的服装、海报以及唱片等。喜欢邓丽君的观众朋友可以前往参观。想要体验白雪公主与小矮人的童话故事吗？即日起到3月14号止，两人成行到埔里度假，只要3599元哦。除了可以住在小木屋之外，还请你喝花茶、玩拓印，轻松享受两人世界。